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偷。今天我们来玩我们的这个相提半精灵英雄 ，Yeah！ 好，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的第二集哈，那我们稍微来玩一下吧。好，据说这个游戏呢，其实不长不短啊，大概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就破完了吧？有这么快吗？我也不清楚，好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学到了这个哨子跟猴子舞可以攀爬。那这个猴子舞呢？我们之前第一集在某个地方需要到攀爬嘛？那我们待会就看有没有办法直接去那个地方，应该是有办法吧？我要怎么去啊？吹口哨吗？不行哎！我要怎么去之前的那个关卡？之前那个关卡要怎么去啊？哇，好可爱的小妹妹啊！那边那个陌生姐姐是谁？她好会扭哦，就是我，我超会扭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超级会摇。这是什么？我进入了什么？这什么东西？概念艺术？概念艺术什么东西啊？真糟糕！我在环游世界的时候，把十把画廊的钥匙全丢了。哦，这可能是解锁一些图片之类的。好的，来，我们再继续看关卡在哪里啊？怎么会有这个惊叹号？这妹子超可爱的。我要怎么跟你讲话？好可怕！谁能帮帮我？我村里的所有少女们，她们都失踪了。哇，也太屌了吧！我听说有一位守护精灵住在这个城镇，那个肯定就是你了。没有错啦。不要。好，放心吧，我来。谢谢你。这是前往人鱼瀑布的地图。我们获得了人鱼瀑布地图。你得赶紧飞过去，不然会有更多少女的失踪。好哦。可是重点是我不知道怎么过去啊。来，都没讲怎么过啊。务必跟镇上的人聊聊天，知道他们多闪金大陆的秘密。闪金大陆。你好。哦，他这有卖东西耶！消耗魔法，远距离，一颗刺环绕保护着你的魔法。风暴圈，风暴团，召唤闪电攻击敌人。泡泡可以吸收特定的护盾。哦，我现在身上137块啊！自动吸引附近的宝石和爱心。等一下，这个是学了之后就买了之后就自动学到吗？按下 LT 可以闪避敌人攻击，节拍器提升变身舞的速度，魔法手镯，哇靠，后面还有很多道具有些是真的有用降低一半伤害，比基尼护甲，我买的是不是真的会变比基尼护甲？提升你法变的速度，螺丝霜，提升输出伤害洗发精，干快笑死了，传送舞。跳舞可以传送到所在关卡之内已经完成的区域到时候我要先存钱买这个，到时候回去原本的那个关卡，也去回去原本的那个关卡，然后去用那个猴子爬上去。所以说我必须务必先存个200块。好，澡堂。嗨，妹子，看见你真开心。想要提示吗？镇上来了一个非常需要你帮助的访客，他就在画廊旁。好的，就是那个女人，我已经拿了她的那个瀑布的那个图了，所以说我要怎么离开这里？重点，飞吗？一样不能飞。重要物品，要去天天富裕所那里啊。我仔细看一下好了，他说最好把她送去美桶啊。不是这里，是工作室。抱歉了，爷爷，走错边了。这里，终于啊！那我好像可以飞之前的路啊。如果这样跟他讲话的话，不行要去人鱼瀑布了。咸水种，他们伤不了我的，毕竟我是这座镇的守护。慢着，花黑盆，你不是守护者了。我想给你介绍一个人啊，是谁啊？你好，你是谁？你不知道吗？真可悲，我当然是你的接替者啦！哇，这个守护者比我还要高啊！什么？合理，灵而比，
半精灵英雄佣兵就是我，你可以叫我合力就好了。你的妈妈是精灵，哎，没错，而我爸爸是舞台魔术师，所以我比其他半精灵更有魅力。通常不是那样，真的，我亲眼看着他偷了我的鼻子，而且还摘下来夹下了自己的拇指。作为我们前任守护精灵，我希望你教他一些要领，可以不要吗？没什么大不了的，镇长，我相信他也没他也没差啦。拜啦，矮冬瓜。哦，嚣张嘞哈，到时候不要找我求救，我告诉你。不敢相信他真的这么做了。等等，把他换，他把我换成了那个狂妄的小鬼。好了好了，不必太争强好好胜了。再说了，你还有任务还记得吗？哎，我想你说的对。很好，来去人鱼瀑布吧。准备启程了吗？当然，来吧。Go go go， 我们去人鱼瀑布。然后到去人鱼瀑布之后呢，再看一下，看一下可不可以回去？哎，好像可以回去中央大街的样子耶。要回去看看吗？要不要去中央大街啊？算了，我们去中央大街一下好了。用猴子舞跳过去，看可不可以拿到什么专业道具之类的。耶、yeah, ，我来了，小女孩。哎呀，好久不见！我最近开了一间餐厅，就在中央大街。你都着火了，你还这么的淡定？但你一定不会知道，开店的第一天就收到海盗袭击。好可怜啊，除非有人赶走他们，不然我无法更新我的卫生许可证。你能把我在餐厅里的30名盗贼铲除吗？就在那里，那就是三扇大窗户的建筑物，在哪边？这个吗？这个吗？大窗户，三扇大窗户哪里啊？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任务的那个在哪里啊？三扇大窗户，该不会是这里吧？哦，好像是哎、欸。我上来了，我靠，会死！对啊，就是这个传送门吧？哦，好酷哦！这是什么？猴子飞弹！哇，超屌！猴子飞弹，飞弹，猴子飞弹在哪里？不叽不叽，你给我骗！哦，还可以开启哦，要开启哦。当猴子形态下攀爬墙壁时，按下离开墙壁并攻击。嗯？他爬墙上好可爱哦。不能攻击啊！你在骗我？下攀附墙壁时，攀附墙壁时按下离开墙壁，必可造成攻击。哇，完全没有效果啊！还是要这样。你骗我哦！好吧，结果我还是不会用欸。他说在墙壁上，然后使出什么攻击？没有猴子飞弹啊，给他骗。算了，后来我发现呢，这个哨子可以让我们离开关卡。好，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乖乖回关卡好了。好，我们之后再想办法。好，不管了，我们先去过鱼轮村好了。先过鱼轮村再说啦。来吧，那个猴子飞弹呢？之后再想办法研究吧。来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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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就是这里啦。我再说一次，菠萝，我能自己搞定的。林叔叔可不是这样说的，他坚持要我帮你一把，直到他造出机器代替你为止。好吧，我们来谈正事吧。据回到美桶村的女孩说，众多当地人从这片地区失踪了，这一秒还在，下一秒就噗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失？怎么消失的？这个嘛，考虑到周遭的环境，我想罪魁祸首很明显的，那就是嘘过来。人鱼？嘘，我在书里读过，人鱼是很美丽的生物，但多半都自负，而且所有受害者都是甜美、纯真、可爱的少女们，肯定是嫉妒心作祟啊。哦，那表示我可能是下一个了。什么鬼啊？没有吧？是少女，你知道的，只限女性。你又来了？什么？把我排除在外？你老是这样。我搞砸了一次送货，突然我就是废物了。但啊，自我从小以来，都是你在当英雄，而我一直是狗熊。你看起来像一副狗熊脸啊。很好，我受够活在你的影子底下了。我要彻底证明，我也是和你一样的英雄。哇！自负了，自负了，跑掉了。菠萝回来，你那是照稿念的吧？哈哈哈！啊，那个笨蛋，他撑不过五分钟的。啊，自负自负，跑掉了，跑掉了，笑死！哎 ，Let's go！ 哇，我的血居然没有恢复，哎，天啊！哦，在游泳，我在游泳 ，Yeah baby！ 哇，看这样子也这么可爱，我的天啊！哇，螃蟹哥欸，打一下就飞走了。哦呦，人鱼，哇，居然是人鱼，哇，死了。哦，哇，人鱼欸，这么快就出场了，人鱼，人鱼这么快出场啊？哦呦呀，可恶，必须让你死，靠背，要打四下，有点辛苦啊，没关系。罐子打出来会有补血可以吃，可以撑的。为什么跳不上去？可恶！啊！气死了！来弄个猴子，猴子飞弹，不会用猴子飞弹，被骗了。啊，我这怎么上去啊？啊！连跳都跳不上去，好可怜啊！哎哎哎，大大，这样不 U 啊！下去下去！哎、欸，哇，这个拿不到，这可能是之后才拿得到吧？哇，我的跳跃力好差哦，跳不太上去耶！猴子。喂呀！喂呀！喂呀！不管了，用我的秀法攻击你们！哎呦，还是中了。走这里看看好了，这感觉蛮特别的。各种平台交接，啊，掉下去了。Oh my god！ 我要重走了，哼，妈的！可恶，又要重走。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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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猴子就是可爱。嗯，他这感觉好像是可以击碎什么之类的啊，不过不是现在的样子。对啊，那还有传送门呢、欸，那还有传送门哎、欸，我们先走下面好了。让我上去，就是这样，没错。好像好多好多地方都可以走的感觉哦，你看像这地方都可以走。感觉会错过很多东西，没关系，就让他错过吧，之后再回来检讨就好了。呜呼，直接粘在那个板子上面，不愧是猴子啊，这么厉害，而且跳跃力又非常的惊人，是吧？免费的。哎呦哎呦，好险！
欸，这些是那些村里的女人欸，全部被带走是怎样？没关系，是怎样？哇，好可爱哦，超可爱的欸。噔噔，欸，我也可以抓欸，哈哈哈。噔噔噔，啊，完了，卡住了，原来在二段跳。哎，让我吓我一跳，这些小女孩都好可爱哦。受够职业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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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鳄鱼血好多。嘟嘟嘟嘟嘟。哎，干什么东西？哇，变人鱼了！他们是这样变人鱼的、喔，也太好笑了吧！别生气，别生气。冷，靠北我都忘记。尿，可恶！这可不可以恭喜啊？啊，算了，我要死了，不跟他玩了。哦，居然这边有钩子没看见，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哦，这是哪里？这有花。猴子可以爬吗？哎，连猴子也行啊！哎呀，掉水里变回来了。嗯？这样子。哦，原来如此。哎，过来啊，有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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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血补血。要打六下、欸，打这么多。哦呦，是什么？鳄鱼牌！哇，鳄鱼牌欸，居然有鳄鱼牌可以吃。鳄鱼牌怎样？恢复大量生命啊，了解。嗯？怎么又回来了？看来这里需要用到猴子了，需要用镐跳上去。啊，我没猜错吧？哇，这边有，那边有一个大罐的，哇，我现在400多块了、欸，感觉这个游戏的钱，这个游戏的钱不会很难赚呢、啊，还蛮好赚的感觉。抓到了，哇，这个感觉没那么简单哦。哎，有了！哎呦喂！哈哈，鳄鱼也蛮可爱的嘛。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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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这个上不去吧？想太多了，算了。继续继续。原来要从这里。这一关需要运用到好多猴子的技能哦！哇，过不去啊！
怎么会火焰？过不去。啊！气死人了！我恨你！慢慢这样上去好了。哟，耶，抓到了！直接往这边走。嘟嘟嘟嘟嘟嘟嘟。怎么螃蟹从那边走过来啊？哎呦哎呦，蛇蛇妹子，客人啊，你是召唤我的吗？我专门传授神奇的舞蹈，所有 S 级的东西都在这里，非常有用啊！没有没用的东西，要传什么？哦，原来是卖东西啊，好吧。传送舞，我终于可以买了，复活舞。这个是可以无限使用，还是说只能用一次啊？消耗魔法，他现在写消耗魔法，树精可以变成树精，可收成水果。哎呀，这什么东西？交换？等一下，等一下，快乐的水滴鱼可以活蹦乱跳啊！我要用什么东西交换？重点。变成一个宝石大赚一笔，我们先买一下传送舞好了，先买一个传送舞。那这个交换是干嘛？啊，我没有那个材料，不能交换。嗯？哦，互相交换啊！哎呦，买了之后可以交换这样子。下次见。哇，那个也看起来很屌哎、欸！这些干嘛？这怎么用？哦，有哎、欸！传送到下一个区域。哦，还有两种哦、啊，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样子啊。嗯，这么酷哦！就这样失败的鱼吗？哎呦，滑下去了，哈哈，就这样滑下去了。天啊，直接存档，感觉还有很多关卡没办法做。哎呦，酷哦！哇，我的屁股不会痛吗？这样子，这样撸，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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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eah！ 获得了橘子。哎、欸，干什么？干什么东西？哎、欸，打扰我，去死吧！哎，还砸到自己，少吃一颗橘子，都是你的错。可恶！哎呦呀，腰许我受伤了。干这怎么跳啊？我的屁股好痛啊！我觉得这样撸下去，应该痔疮都破了吧。哎、欸，没吃到橘子，生气！又是你，提早解决掉也好啊。好，过了，这边还蛮简单的啊。不过东西要全部吃到是有点难啊。到了，哎呦呀，哎呦呀，哇，居然是菠萝！菠萝别闹啦！哇，刚刚那些失踪的少女们，他们现在变成了喂人鱼？难道你没看到自己的情况吗？有人把
把正常普通的可爱女孩变成了喂人鱼了，伪造的。哦，我快吐了，的确很恶心。嗯，所以那些喂人鱼被装入了罐头，然后沿着这条滑道滚了下来，最后来到了这里。但为什么呢？幕后黑手又是谁？完全不理他了吗？好笑、啊，这什么东西？科技男爵啊，又忘记数到哪了。是谁扰乱我的注意力啊？是我，我看见你喂人鱼工厂的喂人鱼了。现在我就送你到河里去啊，就像你那个巨大的罐头一样，我会把你踹下去的。啊嘎嘎嘎嘎！你是怎么通过这个攻入我的科技蛮兵的？不重要啦，反正你永远无法活着离开这里啦，陪鱼儿好好睡一觉吧。啊哈啊哈哈！鳄鱼啊，鱼儿睡觉。What happened？ 哦呦哦呦哦呦！哇！大奶啊，不是大奶，大妹子。哇，这个我可以，真的。难怪鱼人们在攻击，他们抓住了女王，我得放她自由。哇 ，BOSS 战，超大型人鱼，诱人的俘虏，超级诱人，果然。哎，我要把这个解除掉。哇，他生气了。哦，想干什么？会跟踪啊！啊，不优。撑住。哎呀，全中弹了，我要死啦！完了。这招又是新招式，干我死定了。哎，没事，太好了。哎，这怎么跳啊，大大？算了，先跑为妙。哎，他只射一边而已，是怎样？我们先把左边上面那三排打掉好了。有。哦，他就是要发这个。我现在只剩一滴血了。不要啊！我死了，气死！再来继续啊，当然继续啊，还用说吗？啊，好玩欸，这游戏好玩。开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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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么大一颗球是怎样？先跑再说咯。我来解放你咯。这么大的妹子，一定要解放啊！啊！耶，成功了，差一点死。我们解放了鱼人了，耶！碎啦！哇！爆气了！全速挣脱。OK， 哦，你现在安全了。哇，我、哦、看起来很生气，还要再打哦。喂，我剩一滴耶，大大，我快死了。啊，对哦，我们有这个，好吃。我要怎么打他？打他的奶吗？哎，不可能的事情，不是打他的奶，不然打什么？哎，平台起来了。为了打他的头，那得要打几下、啊？啊，没打到！干，气死人了！可恶，这要看运气耶！哎，哎呦呀！可恶，这只能打一下、啊。怕几雷？哎。最多可以打两下的样子，如果速度够快的话，最多可以打两下。好，那我们速度要快一点，一下，
再一下，失败了，气死人了！来啊，你想干嘛啦？鱼雷是吧？闪过，闪过！噔噔噔噔噔噔，一下！可恶，我刚才为了闪避没打到，没关系，至少每一轮都有一下的。再一下 ，yes， 把他的水晶给打掉了。为什么不是鱼人吗？为什么会爆炸呢？好奇怪啊、哦！不是鱼人吗？怎么会爆炸？哦，全部都恢复正常了。科技男爵，你这个变态魔鬼，你竟然贩卖喂人鱼当做怪物罐头？喂，我们总得吃饭啊，供不应求啊，我还能怎么办？放着有钱不赚，我在订单爆量后卖光了正统人鱼，我只是需要装几批啊 B 级货来填补空缺，就这样而已。这简直是良心事业啊！那我就送你一点良心吧。嘿嘿，飞走了，超好笑的啊！鱼人恢复正常了，哇！你看后面的小鱼人好可爱哦。所以人鱼并不是罪魁祸首。我想应该向您道歉，贸然下结论是我的错，希望您能接受我的道歉。您接受我的道歉了，你的道歉我接受了。菠萝，我在跟他们说，又不是你。总之，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还能成为朋友。现在让我们送这些女孩回家吧。啊，打爆之后气就气消了，这样子。耶耶嫩啊！可以跟他们讲话吗？好像不行、欸。好，我们回去吧。结束。得得，感觉都超赞的、啊，好多妹子可以看哦。都是鱼人。啊死！如果这给香吉斯看到，香吉斯应该喷鼻血。精灵之女，欢迎来到精灵国度，收下这个变身并进入光明吧。好哦，变什么？螃蟹舞。好，变螃蟹，了解。嗯，干笑死！哇，可以走更窄的路了。螃蟹之舞 ，Go Go Go！ 飞回去了，存档存档。听到你能把事情解决，我很高兴啊！是啊，所有少女们都平安回家了，人鱼们也是，别忘了他们。那个叔叔，你的发电机进展得如何？这个嘛，基础部分都好了，但根据我的设计图，我还缺四个零件。首先要从铜线开始，我能自己制作铜线，但我需要一个铜矿石才行。小意思，我去帮你找叔叔。真是个好女孩啊！嗯。我现在呢，要去哪里找铜矿石呢？好，所以说这一回合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OK， 又有惊叹号了，不过这应该是下一集的事情了吧，好不好？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有个订阅，右下角有个喜欢，或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半精灵英雄再见啦，拜拜。